台南市花林溪花第四届第五次林溪花上午伫新亚平地艺术厅圆满闭幕。即届会期主要针对几个议案来讨论，包括国际蓝电场地设施老旧、中洲市场重建案等问题。市长韦提也针对问题进行回答，希望会当让政策顺利推动。台南市议会第四届第五次林溪花昨和上午伫平地艺术厅进行闭幕。会中针对开幕式中洲市场重建案的讨论，议员是搁再次要求市长承诺保留活动中心，并且编内有算来进行。市政府要一个正面的承诺，真的要盖活动中心，把活动盖回来这件事情，人的要求，甲阮在地所有的议员的要求拢是同款的，但是吼是为大饼。当初提出的，我们金发局竟然提出一个8000多万要来盖一个活动中心的市场，那8000多万怎么可能实现？不可能的代志嘛！因为这边很多年不能不要到执行的是，这还光那个给空白嘛。所以我们担心的是，你们市场盖完的时候，1300多万盖完的时候，活动中心又不见了。今仔日吼，就予市长你亲自来把所有遮的同事做一个报告。比如讲，以后有办的所在要安尼做的时阵，因为无可能讲市场起价，我讲过，摊贩生意有限嘛。咱重要是这个活动中心要把它盖起来，要存在，让地方的长辈来使用，让公家来使用。原来的中洲市场本来就有活动中心，所以没有道理说盖完以后只剩市场没有。所以这几集你不能移给我们，所以我可以在这边讲，就是说一定要盖，而且要趁现在啊！你等到市场盖好了，再推这里属于西冈，那呢经费上也要做些，啊结构上哈结构可能还要再补强，所以我就跟各位承诺哈，这不是承诺的，本来就是市府的政策，哦没有必要说我们的公共建设越来越少，本来就有这样子的功能，我们就要做，除非中洲里它本身有另外的功能。看起来是没有嘛，没有，所以说他现在本来他把它盖回去，借着这个机会，中央有补助，那我们也会上去。这次会议中，议员也提出国际蓝电设施不足的问题，因为每一年台湾国际蓝电拢会伫后壁举办。对此，议员也建议场地设备要规划进行改善。地水也无够，土也无地，废厝也破去，旧房子也旧的，我怪不起着。我感觉咱中央有这个责任，无何必啊世界难顶，国事难顶，啊拖到安尼，啊咱二十年也无征收，吼，啊咱整个都两年半，老实讲，市场一团乱，无法公平竞争，中央以上来改改，上少嘛别做做一个，有必要来甲中央来竞争，吼，因为明年啊嘛是会比较后边国事难台湾国事难顶，所以呢有必要甲这个。场地优化，我们南花生技园区，这是不仅是台南市而已，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南花生技园区。那台湾的南花80%都是外销，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展区做好。明年我们还是要办台湾国际南展，所以希望明年的时候就能看到初步的成果。刚刚提到的地板的问题、屋顶的问题、厕所的问题，我们都希望中央能够来一并做一个改善。基础危机在刚爱林溪会中。这位议员为了市民的权益，都提出看法和建议。会议最后也在议长柯立立的主持下，通过113年度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免预算案来圆满闭幕。记者沈莫英市议会采访报道。